这个大阪到这个隔膜边缘的距离，看这里，这个点也量一下，这里和这里，量四个点。那刻度要是一样，这个地方也量一下。一样。位置确认好以后，充气固定隔膜。固定好后，打开张力，然后调一下救兵传感器。这边自动打开就行了吗？你传感器你得调啊。调到中间红灯亮，然后锁紧。这边打开吧。救兵，你等下按自动启动的时候，它自个儿会打开的。然后放这个纸片在那个放进去。纸片直接一整叠放在那个放到台子里。放好以后，把这个工作模式，如果是手动的话，就把它切换成自动，直接按那个启动开关，按启动开关开始节电。开始吧，电完以后，用刀或剪刀把隔膜从中间裁断，用这个取料的取定芯的夹子夹住定芯，按那个四方夹板取料。太长了。你说视频那个吗？视频那个。